喽，各位运动女孩们，是不是想要运动的时候，同时也穿得美美的呢？今天呢，我要来分享爱上的运动服还有塑身衣。这一套欧美辣妹风上衣，它是使用网纱设计，让胸部看起来更集中、更性感。像它的弹性很高，而且没有钢圈，穿起来非常舒适。再搭配这件宽裤，双口袋的贴心设计，而且它的下摆可以露出脚踝，更显腿长哦。接下来第二套，让它的后背有做一个 U 型设计，可以治疗驼背。自排扣设计可以收腹副乳，强化集中托高，而且它的肩带宽度有 1.5 公分，可以分散肩膀的压力。运动时胸部也不容易移位，让你不会有压力。像这件马术裤啊，可以吸湿排汗。抑菌除臭，亲肤快干，改善循环，完全不会粘在腿上。双肩带搭上时尚的黑灰设计，它的胸垫是一体成型的，不用担心胸垫会移位。中训的时候下摆也不会一直卷上去，而且它不会紧到很不舒服哦，穿起来完全没有勒痕。配上这条裤子，视觉上直接小两码，侧边都有做加压设计，臀部使用 W 型 3D 剪裁，提臀又瘦腰。这套内衣它厉害的就是它的背后有网纱设计，胸垫有40种天然精油混合细腻脂，加上两颗火山按摩石。穿上去就像在做美胸按摩，它的高腰设计把肉肉都收进去，底裤都有含铜离子和抑菌设计的底部，穿内裤也完全不担心有痕迹哦。这一套它的内衣是手工缝制，所以很符合人体工学，内里还有添加美白沙臀托片，不用害怕摩擦，可以改善暗沉。像它的后背有添加火山岩里部，可以加强远红外线的功能。这件短裤的弹性很好，亲肤腹部、大腿外、大腿内、马鞍肉全部都被它收紧紧的。这一套机能型瘦身衣我非常推荐给产后妈妈还有小腹女孩们，它是全手工缝制，穿起来不会很难呼吸，搭配这条长束裤，整个露背收紧紧的。里面的布呢，它是使用火山岩有远红外线功能，而且底部还有做抑菌设计，可以达到除臭效果。这是我近期睡觉最爱穿的一套内衣，它这个排扣设计穿着超稳定，我睡觉翻身胸部都不会跑位，无钢圈的设计，睡觉的时候完全不会不舒服。再搭配同款的爆裂机能裤，穿上它就等于帮你的臀腿做 SPA。 今天很开心介绍七套最经典的内衣还有塑身衣给大家。